小太阳防疫大作战，小彤姐姐在这里要向所有前线的英雄们致敬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当然，我们也要乖乖的待在家里做好清洁的工作，这样才能给到他们最大的帮助。那现在就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小小英雄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向警察、医生、厨师、邮差致敬，往旁边，再回到中间，所以是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现在张开双手拥抱他们，关起来，蹲 and 蹲。张开双手，关起来，蹲 and 蹲。小彤姐姐也看到大家做体操的视频了，耶、yeah, ！太厉害了！那今天也要一样哦，学好了体操歌，拍下视频上载到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， #小太阳防疫大作战，就可以获得小太阳为大家送上的神秘礼物，奖励奖励自己吧！我们要和前线的英雄一起加油！